Shilin Ang 对吗 ？Shilin Ang 老师好，我想请问老师，如果我们要拿屋子的号码来算的话，那是不是只是拿门牌号就好了呢？还是路牌号码和区域号码要一起算呢？屋子的号码来算就好哦，屋子号码来算就好。OK。那如果说你要算那个屋子的号码，到底这间屋子好不好的话，你干脆就下去看风水哦。OK，那会更加多信息，更加好用，更加容易用。因为号码并不能够带出全部，但是你的那个风水呢，肯定八卦360度肯定带出很多很多消息，也因此呢，呼吁呢你呢去看那个风水哦，更加实际哦。OK，但是要算的话，真的要需要算的话，说就是看哪一间比较好嘛，先用号码选来做来选择嘛，那可以先用这个屋子的号码来选哦。OK，好，行，所以用屋子的那门牌号来选。